这孩子也太能睡了吧，怎么还不醒呢呀？哎呀，芭比着什么急呀，这么小的孩子就是喜欢睡觉、可是我还想带他去超市逛逛呢，买点尿不湿啊，奶粉什么的。啊，你今天要去超市啊？那你记得帮我买双拖鞋，我的拖鞋坏了。行行行，知道了。那我先去上班了，你带宝宝出门的时候注意安全呢。放心吧，拜拜。我还是先换好衣服等着吧，这宝宝也太能睡了。穿哪件好呢？我都很久没出门了，今天可得穿得漂亮点才行。宝宝，你可终于醒了，不哭不哭，是不是饿了呀？我这就给你喂奶。一会儿你吃饱了呀，咱们必须得去超市买奶粉了，家里这些奶粉都不够你下一顿喝的了。好了好了，喝饱了我们就出发了。我们先来给肯挑一双拖鞋，要不然一会儿又忘了。这个人字拖看起来不错，这蓝色正好适合肯，就要这双了。好了，这回去给你买奶粉。哎，怎么没有你之前喝的那个牌子了呢？这个看起来还行，就要这个了。最后再来一盒尿不湿。嗯，该买的都买齐了，咱们再买点什么好呢？嗯，去买点水果吧。好了，我们再去那边看看。哎，这里有卖衣架的，正好家里的不够用了，来几个吧。好了宝宝，我们去结账咯。你好，结账。好的，稍等一下。好了，请慢走。Hello， 各位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来参加我和芭比的婚礼。哇塞，芭比，你今天好漂亮啊！看，你也很帅哦。芭比，你愿意嫁给我做我的妻子吗？我愿意。一、二、三，恭喜安娜接到了我的捧花哟！希望你能早日找到自己的幸福哦。我能请你跳一支舞吗？当然可以啦。芭比，我们快回家吧，他们还在等咱们呢。嗯，走吧。白雪，强哥，我们得快点布置了，要不然一会儿芭比和肯都要回来了。好好好，那这样，我和安娜吹气球，强哥，你帮我们把吹好的气球贴在墙上。好的，开始行动。好了，强哥，给你吧。
然哥，你的气球往左一点。好嘞。OK， 好了，就这样吧，完美。白雪，快，我们把食物摆在桌子上吧。好了，大功告成，接下来就等着新郎和新娘来了。Surprise！ 新婚快乐！哇，太谢谢你们了。好了，芭比，跟我们就不用客气啦，快过来坐吧。凡，芭比，祝你们新婚快乐！我们举起酒杯，干一个吧！干杯！干杯！你们为了我和芭比的婚礼忙前忙后的，我们两个真是十分感谢你们呢。我们都是最好的朋友，就不用跟我们客气啦。嘿嘿，好，那我们都快吃吧。哥哥。好无聊啊，你能陪我玩会儿吗？好呀，你想玩什么？什么都可以。哎，对了，妹妹，你今天的考试成绩应该出来了吧？考了多少分啊？给我看看呗。那个，没什么好看的吧？快点，我给你，我看看。妹妹，你怎么只考了61分呢？我也不知道啊。哎呀，妹妹，你看你这题就不应该错嘛，就是你粗心，加法算成减法，减法算成加法，就不该扣分的呀。我再看看后面。哎呀，妹妹呀，让我怎么说你好呀？你看这道题，桌子上有3本书，里面一共有60页，请问一本书里面平均有多少页？上面说的是这本书有多少页，单位是页，你怎么答成本了呀？真是太粗心了啊！我妹妹，这次我不得不说你了，这些题你要是不会的话还情有可原，可是这些题你都会，竟然还做错了，这就不可原谅了。哥哥，我错了。错了？哪里错了？我错在粗心大意，不仔细看题。好，既然你知道错了，就惩罚你去洗碗好了。啊，洗碗呢？不要啊，哥哥。那好吧。哥哥，我能不能跟你商量个事啊？一会儿肯回来了，你可要帮我一下呀。啊，哥哥，求你了。哎，好吧，那你快去洗碗吧。好，我回来了。牡丹，妹妹呢？妹妹呀，被我罚去洗碗了。洗碗？为什么呀？那这是她的成绩，你快看看吧。啊，考这么糟啊！肯，我已经帮你教训过她了，并且罚她去洗碗了。哎呀，牡丹呐，你教训她干嘛呀？肯。我想着反正你回来也得教训他，我就先帮你教训他了一顿呢。但我不会教训你们的啊，我也就是啊罚他抄50遍。啊，比我还狠。 Hi guys, please give it a big thumbs up down below this video. Subscribe my channel. Love you.